语言是才会先会晓听，才去练习安怎讲。电台上播的好处就是去学安怎听。可以去印尼店买 Bumbu Bazaar， Bumbu Bazaar， 用那个酱呢来腌这些肉。传承这个语言的之外呢，我们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文化。当初创业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帮助在台湾生活的新住民们。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很开心，我觉得我们有被重视。